家来到。神的，我是。我是明大雄 ，Much Bear。今天要来拍的呢是蹭开箱，我们今天要来蹭的呢是家乐福的。家乐福，应该没事吧？反正是家乐福啊。I don't care， 就是好啦，那个回家一去吃喷水水鸡肉饭的那个家乐福袋。然后呢，就是我手上拿的这个蝗虫卡夹，可是他今天要介绍的不是这一只，而是会唱歌的蝗虫卡夹。是跳蚤。哦，是跳蚤。没有啦。然后呢，他是收录专辑的蝗虫卡夹。你不过来这边拍吗？哦，这不是你的东西吗？我是要给你拍的、啊。哦，我想说，没有，我想说你就是很会变身，想要给你开比较。不是哦，我想说我入境要收钱啊。来出去啊！多神！我只意外，意外，意外打开了，意外，意外，塞一塞。塞脑，塞他，超不会讲的废物。你要先讲这个吗？这个怎么介绍？就是它基本上呢，就是一张封面很美的专辑，然后外面是配荧光绿，然后后面是 Real Eyes， 原谅的颜色。然后呢，也没什么好介绍，反正就是里面应该是一首歌吧，大概吧。对，里面大概就是一首歌，就是买卡夹送的专辑。不过这张还蛮值得收藏的、啊，每一年的假面骑士都会出一张，就是。配合就是第一张卡夹来送的专辑，然后上一次就是家乐福他有一次拍了自己的影片的时候呢，就是都内裤，就是满地都是内裤，然后拍了一个开箱这样，内裤的部分可能。然后现在呢就是要来开卡夹了，那我们这张就丢旁边直接往后。那我去拿刀子。不是，你这样子会爆炸。没有，我说你应该是要打开，然后用割的。Bird 萝莉 ，Oh my god！ 几岁的人还不会拆？可以不要用在影片的时候拍到我跟你大打出手吗？给我啦！大打出手来变身，真揍你耶！来啊，我一定要去抢无敌变身宝剑啊！那个说不能让无敌哦。啊，你拍啊！啊，你的、啊，你的、啊，剪头发给你看。OK， 不要这样吧，你拍。要不这一步直接改名字，就是我帮你剪头发。来啊！啊，你就真的要直接拿来给我开了、啊。对啊，就跟你讲啊。OK， 我就在旁边玩游戏。那就是。他提供的，不要一直尴尬好不好？这还要不要录？不知道怎么开嘞、欸，没有就觉得，因为这里会凹坏、啊。就出事就你赔嘛，是没差啦，可以吧？可是我有两块可以往走卡夹，一个会唱歌，哦也是，而且还可以触发绝招，是不是？哦，很烂嘞，他就这样子，他直接钉在里面嘞、欸。我还以为他有一个底，然后让你就是。没有这一代的包装全部都很环保，真的是没有一点都不环保啊！他居然就是直接把这个框框塞在里面，然后撑住他的那个卡夹，不要让它掉出来，超废。他就这一代都这样啊！真的是万代万代那个冲啊万代！这一次也是啊，这一次也是，就是盒子打开就整个、啊。你知道为什么现在能够直接呛吗？因为我们这些全部都自己买的，根本没有业配，我们也没有去跟任何人借卡夹，所以这就是我。全部都是自己的东西哦。对 ，Oh my god，、都是我们自己买的哦 ，My god。那请问谁不是自己买的呢？这我不能讲，这危险，好酸。拜托，我们穷归穷，还是要有志气好不好？自己买。我觉得这个画面到时候应该会有人说，其实我们比较想要看这边，就不给他们看啊，一模模一样样，哪里一样？英文不一样啦，一样啊。哦，真的，Real Eyes， 一个是Super Boy。一个是 Rising Harper， 就是最一开始的，然后这个是上面有歌名，是 Real Eyes， 然后真的眼睛，对，然后这边本是写 Ability， 然后这边变成 Artist， 就是他的歌唱的人。哦，原来是有这样差别啊！不好意思啊，这个一日假面粉没有啦，我看到了，不要这样。我们刚刚假装是说是自己买的，等一下还不？不是自己买，应该是大一点吗？我可以直接拉开了吗？可以啊，他又没有声音，他不是腰带。要来了，你又模仿不过是不是？他英文不好，我帮他解释一下，他就是唱歌了 ，Jump。我知道 John， 你为什么不让他把歌唱完？没有，因为等一下才要开始进入那里抛掷，不知道说原来我以为是按住。他才会，哎呦，他谷歌跑出来了，我应该要拍一趟谷歌才对啊。估计你还是没拍到啊。Google， 这个是 Grant Harper。Really， 是吗
Real Eyes Ability Real Eyes Ability 这一代的英文你不可以质疑，人家是加拿大人念的 Real Real Ability 不好意思是他的问题 Real 你完蛋了你完蛋了，跟你讲这个不是日本人的发音，可是那个哎，这Real Real真的吗？明明就很标准，你为什么要什么去计较那么多？真的啦，你们听 ，Realize，No， 不能浅显易懂的话，小朋友听不懂。Realize，Ability。好了，不管，我们直接进入主 key 音乐好了啦，我不管了，来喽，音乐。哎、欸，可以不要再打我吗？小声啊！对啊，声音怎么比原本的那个，这个比这个小声一半以上哎、欸？它比我的死亡奈德还要小声、欸。为什么？而且还有一点，它的音质比我看风铃网的跳路还要差。不要在那拜托！不是，我们看风铃网是因为朋友之间有的时候会看不到的时候，他们就会乱传网址嘛。我们总是要点开来检查一下 ，you know。我们不是自己去找来看，只是他音质真的怎么那么烂？他的音质烂到像是从 Spotify 上面降下来的。这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这是怎样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一个用 YouTube 下载1080P 下来之后呢，转手大概22个人之后，音质跟影片全部都毁掉。而且22个人都是用那个荧幕截图，都录的，自己在拿手机在录，手机录的，最后的声音就会变这样，1440P。这个声音真的很不行。是我的电池没电吗？怎么可能？我第一次开、欸，这还大声一点？不是，我觉得我来说，这是真的逼我大声。是啊，我觉得问题点是在于他前面的很大声，很大声，直接减半。而且你没有讲到，他其实打开是不一样的哦。哎、欸，我当时会买它是因为它打开是不一样的。哎、欸，明大声，高倍呢？你好废。哎、欸，总比那些蕊好的都只会在那边讲垃圾话，最后我才知道原来这个完全都不一样。哎、欸，我是认真全新开箱哎、欸，我没有重贴胶带哎。蕊好的就是哦，死光了！我们这么放谁、欸？我没有，没有，哇塞！拍的这么烂还蕊？啊，没办法，我的影片从来没有在蕊的、啊，所以大家都说拍得很烂，完全没有惊喜啊。不是，我觉得这才是真的啊！谁他妈每天那么惊喜啊？刚刚你说的那个是我说的，拍得很烂，没有惊喜，是我说的。哦，没关系，我不在意。反正你就是黑啊，你无时无刻到哪里都会黑啊。Override。你这样，哎哎哎！我觉得你刚刚这样子下来的被延上的点，比你刚刚攻击的那些人，比你那些地壳是地地死。我最喜欢 Dick， 迪克是老二。Dick， 可以不要突然变成英语教学吗？什么然后呢？然后比那些更严重，是不是？就是对，也被延上了点，还会更。哇，第一次开箱不用，我觉得至少。我是希望你这部影片出来的时候就帮我全程打码。不会啊，我绝对不会打码，因为我也不会用。那应该一开始在就要戴头套出来。没有，你会看到一个很破烂的马赛克，这边一直移来移去，移来移去，那完全没有对焦到你的人这样，那我可以帮你打在耳朵上，而且追得很准，有没有？全部追在耳朵上，你都忘了。是我的那个主题曲版特别大声哦，真的、哦，你之前那一块有那么大声吗、哦？我那一块很大声啊，真的、哦。因为我只看过你的那个内裤影片，因为我那个时候会开箱很开心，就是因为我原本玩扭蛋板，按下去、哦、没声音，你没有，不是没声音，是你那一块会一直。然后我买那一块按下去，我家天花板上，你在下面爬来爬去，我觉得力很大。我怎么里面养了一只爬虫类？没有，就是把那些会出问题的全部剪进去啊，然后不会出问题的全部剪掉。Yeah， 这个东西我绝对不推荐。我买1490，不推荐1450。对，我觉得要买14的话，不如再贴个几百块直接买腰带，因为腰带你也有卡夹，然后又有腰带可以玩，那大概2000多块。不过个人是认为单纯收藏的话还是有大价值。嗯，当然，如果说你每一代都只想买一支音乐卡夹，不想要多收东西的话，这是基推的东西。可是如果你说你就是会买卡夹、买腰带继续玩的话，我是觉得不够推荐。所以这个东西就开到这边，那我觉得
不推。等一下，我问你哦，你要这个多一点，还是你的头多一点？我头可能要多一点，因为人才是重点啊。秤才先。秤秤秤啊！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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